可以说比如说年轻啊。其实我的粉丝群好像不是很年轻，据我所知啊，就是年纪跨度可能比较大，这么说好吗？还有就是很懂我吧。那你觉得这些粉丝最喜欢你身上哪一点？这我真不太清楚，可能喜欢什么都有吧，可能也有可能喜欢我这神神叨叨的人。粉丝棒，粉丝妙，粉丝酷，粉丝帅，粉丝很酷，粉丝很棒。郑云龙卡这俩抢的时候就特别想笑，对对对，这位光头强是，哇、哦，太帅了啊，太帅了啊，这个，我天哪，这天天向上吗？撒娇，不是，粉丝都快不满意哎，你这种撒娇好可爱呀、啊。因为他摔笔其实没有任何情绪的，对对对对，因为怎么说呢，就是大龙是属于你就根本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对，他的喜怒哀乐我知道啊，我当然知道了，我大学那么多年，然后那其他人可能觉得他有生气了，其实不是的，我看出来了，他其实是哎呀他累了，爱的痛了，痛的哭了。